各位观众，是我们56周的猛拎哥最后一集了。这个就是照我们的预告，当然是个猛回头，播出的时间是星期六晚上的，星期六就是5月5日晚上了。那就我们要讲的就是，记得我们要重温呢，就是《染红悲记》，是讲盘古杂志的。现在我要讲火红年代的香港学运。火红年代的香港学运呢，就有两大的事件，或两大重心的，一个呢就叫中文运动，一个呢就叫保卫钓鱼台运动。两个运动背后的搞手都是同一班人。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去到70年代初，这个盘古杂志呢已经在那个年轻的觉醒了 quote unquote 觉醒了的知识界里面呢，取得一个崇高的江湖地位和領導的作用。那那時的學生運動呢，就產生了大家耳熟能詳了，就兩派的對壘，一個叫社會派，一個叫國粹派。國粹派人家安給他的名字應該可以叫做毛派或者中共派，即是說國粹派或者毛派或者中共派呢，他們這班學生運動的領袖呢，他們是不需要自己獨立思考的，所有東西《紅旗雜誌》兩報一刊怎樣講，他們照搬。这个呢就是这班染红了的学生运动了，他们讲的东西和盘古杂志在这个包错石这些人领导，即是包奕明真名，这帮人领导之下的盘古杂志所讲的是一样。但在这样的情况之后呢，大家就会说，那反对他们跟他作斗争的那些学生运动，那些是不是好人呢？或者那些是不是就是清醒的头脑呢？咁於是呢，就大家呢用一個期待盼望嘅眼光去望住社會派。但呢個就問題嘅陷阱所在啦。社會派有個社會兩個字，後面匿埋咗叫主義，社會主義。嗱，佢哋要反資反殖，佢哋係反對呢個剝削，佢哋要做一啲均富嘅理論去要實現這個社會的平等和公義，這些冠冕堂皇。但是在這個這樣的大前提底下呢，他們的敵人就是資本家和殖民地統治者和英國政府和所謂的港英政權，所以他們的道德審判呢，就是認為呢一定要反殖。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寫著這本書，和我在節目會透露了關於維多利亞城的一些歷史，你反什麼殖呢？1841年當義律這個來香港的時候呢，這個香港連名都沒有，這個一塊禿石上面這個後來成為維多利亞城的地方是沒有人居住，但是英國人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制度，一個硬件軟件等等，是在30年裡面這裡的人口由2000人變到去十幾二十萬人，去到20世紀初期已經有50萬人，係嘛？咁呢啲人全部喺中國走嚟用腳投票，係贊成呢個殖民統治噶嘛？咁你反乜嘢？仲有，如果你係要反資本主義嘅，咁你其實講緊嘅嘢就即係換湯不換藥，換頭不換尾，即係中共嗰套馬列主義唔要，就要另外一啲馬列主義。所以這班人社會派的骨子裏面呢，就是馬克思主義，所以到最後呢，就可以大家變成同氣連枝，變成同聲同氣，就有共同的敵人，他們的敵人就是香港人的朋友，就是這麼簡單。那所以呢，我們看到後來社會派的墮落，當中共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發覺即是親中共然後成為建制派的有很多人，例如會點的一些頭面人物，全部或者大部分以前在學生時期都是社會派，即是整個論述說要反對資本家剝削根本就講不通，同埋你反殖是散佈了個種族的仇恨，即是總之你的原罪就是因為你有錢，你的原罪就是因為你是鬼佬，是洋人，所以一切都是負面的。這一樣東西是錯誤解讀了香港的繁榮進步那個真正的動力的所在。所以呢，社會派最後呢
係幫咗中共嘅忙。咁去到後來啦，就去到呢個八十年代出現民主回歸呢一樣嘢，又要解釋一下。其實整個二十世紀裏邊最大嘅災難係兩種主義，一個就係社會主義，另一個就係民族主義。嗱，民族主義咧喺呢個呢、这個馬克呢、这個應該係二十年代嘅法西斯同埋納粹嗰種嘅鼓吹之下咧，變成一種激進嘅意識形態。嗰樣嘢咧係鼓吹用仇恨去推動嘅社會前進，而係以人嘅血緣同種族去劃分咧，係製造好多鬥爭，包括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屠殺咗超過600萬嘅猶太人。咁我唔係話呢個世界有啲嘢係啱，有啲嘢唔啱。我哋反對日本嘅侵略，唔係因為佢係蘿蔔頭，唔係因為佢係大和民族，而係日本嘅軍國主義、日本嘅帝國對呢個亞洲各國嘅欺凌同埋侵略咧，係一種反人類罪。我哋唔係呢個種族之間嘅問題。但是如果我們認為日本民族和所謂的中華民族是一種世仇，你是永遠都解決不到的問題。同樣道理，是不是在台灣的歷史裏面，我們知道有很多問題我們要正視、要檢討、要分析，但如果你將那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人統稱做外來族、支那戰速，咁你亦都解決唔到個問題。我哋知道最近平埔族人咧係搞緊一啲聚會，我哋知道無論係平埔族人或者其他嘅原住民，佢哋都有個悲慘嘅故事。而嗰啲壓迫屠殺佢哋嘅人，不是別人，正是由中國嚟嘅閩南人。當佢哋屠殺嗰啲原本嘅台灣主人嘅時候咧，他們是自命是中國人，但到日治五十年呢，他們變成皇民，現在他們又說自己不是漢人。我覺得這些種族的仇恨呢，只會令社會是帶來災難。那這個就是民族主義是犯下很多罪行。那所以我們看到呢，七十年代的學運呢就中了兩個毒的，一個呢就反資反殖呢，很多都是社會主義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邊緣。另一個咧就話我哋炎黃子孫，我哋要要趕走嗰啲白人。咁因為中共係黃種人，亦都係亞洲人，亦都係中國人，亦都係炎黃子孫，所以無論中共係幾咁難以接受咧，我哋都可以倒向佢嘅陣營，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呢個就解釋到點解盤古可以由極右變成極左啦，因為佢嗰種中國人嘅思想咧係成為佢嘅半腳石。係嘛？我哋既然大家都係中國人啦，咁去到七十年代初，中共加入咗聯合國，尼克遜訪華，去到七十年代尾，卡特總統所領導美國同中國建交，然後中國咁強大，所以你依班人自命係炎黃子孫嘅就可以舐埋去咯，理所當然咯。呢、這個就係民族主義嘅禍害啦。咁我哋睇到咧，七十年代我哋頭先講過啦，學生運動火紅年代咧。就兩支大旗，一個就是中文運動。如果你話中文要成為法定語文同埋公事上使用中文，呢樣嘢係理所當然。但係如果你話有個民族主義嘅情緒喺國背後作祟，就認為一個中國人嘅身份咧要踢走嗰啲鬼佬咧，呢樣嘢本身係非常之有問題。如果我哋由重英輕中變成重中輕英，咁我哋失去咗我哋嘅國際嘅優勢。這個新加坡為什麼會贏香港的地方呢？因為你覺得講英文就假洋鬼子了，是有違個民族主義立場，那你就自己死火咯，是不是？你放棄了你那個英文的優厚條件，不去跟世界接軌，是不是？然後呢就是炒一些民族主義的自嗨，講得不好聽就是打飛機。但這件事還有一個問題，現在就會反噬我們。當年的中文運動從來都沒有正視在香港使用中文，
究竟在講的語言那裡，不是講書寫的語言，是講的語言那裡，究竟你用的是普通話、國語還是廣東話呢？如果當時中文運動領導的人是有些自知之明和有些遠見的話呢，就在公事上使用中文和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這個運動裏面，要爭取的呢就是香港的法庭和公事上和 在政府的運作上，中文和英文有同等地位，這一樣東西裏面要講得很清楚，香港是用廣東話作為那個講的語言。但他們沒有這樣做，到現在就留了一個破綻、一個空間、一條軟肋。到現在究竟譬如說法庭裏面 講的是廣東話，我理解當然是廣東話，但是明文規定白紙黑字沒有寫得很清楚，於是有些人呢就滲入一些私課，是在香港搞普教中咯。所以這個中文運動呢是帶來的破壞是多過建設，帶來的傷害多過它的悲益。而這個70年代的共產不是的學生運動呢，其實背後我現在可以很肯定告訴你，中共的慣常的伎倆呢，當它染紅你的時候呢，它一定會留一個人去做你的對手的。即是說當他當時是推動緊國粹派、毛派的學生搞中國周、搞一面倒親呢個北京嘅一啲咁嘅運動嘅時候咧，佢會同情資助同埋鼓勵啲社會派同佢作對。如果我哋代入咗個二元思維裏面咧，就話既然國粹派咁衰，踩佢啲社會派應該係好人啦。到你支持啲社會派咧，你就中招啦。即係好似你譬如說中國學生周報，佢哋係崇尚呢個中華文化，但是右派而反共啊！但當台灣嚟嘅人，例如包錯石呢啲人，當佢倒向中共嘅陣營嘅時候，你就會亂啦，因為佢每次都係製造兩派，然後咧，當呢一派冧咗，嗰派就會上位噶啦，係嘛？呢啲嘢由呢、這個由60年代一路去到80年代民主回歸，佢培養呢個會點裏邊一啲重點嘅人物，而呢啲人就走咗入去原本港同盟嗰個架構合併之後的民主黨裏面，然後呢班人又再分裂出嚟，成為政府裏面嘅護航者同埋建制派，甚至係政府裏面嘅高官。呢一套咁樣嘅策略咧，中共係不停咁樣做，即係我哋要做嘅嘢咧，就唔係話人係鬼，而係話你嘅敵人嘅敵人唔一定係你嘅朋友。我哋要講一個道理，究竟佢啲邏輯通唔通？係嘛？如果你係反共，或者反中共，但是你又要宣揚一些社會主義仇富思想，我認為那樣東西本身很有問題。我們要找回事實的真相，香港的繁榮、香港的進步、香港的產生，它動力是來自哪裡？動力是來自大英帝國建立的這一套這樣的機制，這一套這樣的典章文物，這一套這樣的文化，這樣東西不是中國本身有的，我們要還原回那個事實的真相。好了，那講到這裡呢，今日的時間差不多，同埋今個禮拜的所有節目都講到即係完啦。我哋如果有機會再講咧，我哋可以講下嗰個學生運動裏邊嘅意識形態嘅鬥爭，去到最後而家呢個情況係點樣。但係如果我哋睇到咧，我總結一句咧，就話70年代嘅火紅年代，無論你係社會派定係國粹派，無論你講邊條路線，全部都中咗中共嘅招數，到最後都係中共一統天下。呢啲保釣中運全部都是走了一條歪路。好了，講到這裡就要跟大家說再見了，拜拜。